另外，上海市市长杨雄今天下午会见了瑞士新任驻华大使杜哲卫一行，对客人到沪访问表示欢迎。杨雄对杜哲卫重视推进上海和瑞士的合作交流表示感谢。他说，上海和瑞士有着长期友好交往，在金融、生物制药等领域有很多合作，与瑞士巴塞尔州是联系密切的友好城市。 当前，上海正在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，欢迎更多的瑞士金融企业来沪发展，同时也希望双方在科技、教育、会展等领域探索出更大的合作空间。